戴志环在今年二军投了3.2局。而且赖志环曾经的最好的球速可以到147-148公里哦。好，这一球打到了左野方。最近南部的雨就是这样啊。好，这球结果打穿了三亚方区啊。在第一时间，邱丹，我们才刚称赞他第9分，原本在一垒上，是一好一坏。这球捞上来到游爱也被陈进挡了下来，但是这个球是够深远。这一球询问，哎呦，啊，不过这一球还是比较偏的一点。这一球缩着手，结果主任裁判判定是女王七尾出棒了。